我觉得他们的球技在我的印象中，其实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很多，不管是基本能力或者是打击手背投球方面，其实都还不错。对，就是不仅会读书，还会运动，我觉得是非常赞。但是来到这里都是这种人工草皮，然后自己也没有真的在人工草皮上面打，就觉得很期待在这上面比赛，蛮期待去一些景点，像故宫啊、长城看看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来过北京，因为你不能碰到一些失败、挫折，然后你就说我不要做了，就像人生一样，你不能碰到失败，可能碰到责骂，你就不去做，但是你一定要经过一些磨练、历练，你才会成长。就是棒球带来给我一些启发，他们说他们的水平很高，所以说很期待，很紧张，担心这个，就是他们比我们厉害太多嘛。啊，因为我本身也过去也在北京这边教球过，所以我希望我也能够通过我的经验，然后告诉我的学生，然后希望让他们有更多的很不错的想法。